大家好，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，我是你们的 Yuki 姐姐。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，是想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一起带来一个这个来自于德国的 Top Model 的一个绘画展示，会用到我们最新拿到了这个彩色铅笔，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非常可爱的小朋友或者是一个模特的一个绘画，希望你能够喜欢咯。如果喜欢的话呢，不要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，或者是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给我们的频道一个订阅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每周最新推出的视频，你就会有个及时的消息提醒，就可以及时的收看到我们每天每天最新推出的视频啦。好啦，那么看起来呢就像这个样子，感觉呢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时髦，让他穿了一条紧身一点的九分裤子，是一个无袖的小的短的衬衫或者是短的紧身上衣，黄色的头发，然后让他扎了一个丸子头，身上唯一的亮点呢就是他这个口袋是一个大红色的，以及他是一双彩色的鞋子，非常的好玩也非常的棒，希望能够喜欢咯。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它的造型呢，如果喜欢的话呢，也可以在视频的下方告诉我们你们的感受，也可以是在视频的下方呢告诉我们你们所喜欢的一个造型，比如说会不会喜欢冰雪奇缘啦，会不会喜欢我们的花仙子，或者是喜欢我们这个芭比娃娃啦，都是可以告诉我们的。好啦，不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，一个订阅，或者是在视频的下方的一个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咯，拜拜。Bye.